大家好，我是小颖老师。今天录了陈零九跟秋风泽的《天黑请闭眼》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天黑请闭眼的副歌，副歌该怎么弹？左手呢跑到低音的拉跟低音咪，这应该算滴滴拉了，滴滴拉跟低音咪，这是中央哆。然后这首歌必须升发升哆，所以右手咪拉高音的升哆，然后唱天黑请闭眼，左手一次来两个小节，左手先去 re。第一个和弦的这个第一个左手的 re 的音必须按满四拍，可是第二拍拉大拇指拉就得出来。右手呢 re 升发，天黑请闭眼，爱在你身边却测不出你。左手去 C 八度的 C， 右手一样 re 发五遍。你雪藏的那面该怎么进退？左手去。可是这不是两个了，左手嗦嗦接着变成 re 嗦，所以手只是撑开来你就会撑得到，右手 si re 夹住中央哆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该怎么进退？你狼狈发言那些语言，所以都是一样的。再来，左手刚刚是嗦，隔壁就是拉，食指跟大拇指去隔壁的咪拉，右手一样 si re 不变，然后右手等一下会变成升哆咪，那些语言都成了亏欠。天黑请闭眼，然后又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练的，左手 re 两次。爱在你身边，毒药是。
后旁边接的是 ring， 所以记得手都不要离开。结尾，你一枪爆裂埋葬我的爱恋，所以爆裂的时候左手是拉嗦，不要忘记了这个七度的音。爆裂埋葬我的爱恋，右手升哆。到后面升哆的时候，左手从拉嗦变成拉拉，变成八度的音。爱恋，然后不断轮回，就这样，这就是他的副歌。所以他其实还蛮简单的，你的左手只要记得第一个音都要按满，因为如果你不按满的话，这个声音其实会有一点空。我是尽量设计让大家都有办法练，但是他还不会说至少太空旷，好像非常的幼幼班的感觉，但是它是很好上手的。那就让大家好好练琴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